端午节长假期无损楼市炽热气氛，不少远续六高价承接。屯门站上盖龙门最新有两房单位以癫价915万元易手，打破2018年屋苑同类户型纪录，成为历史新高。市场消息指，上述龙门七座高层 B 室，实用面积485方尺，采用细两房间隔。原业主最初开价920万元放售，新近微减至915万元成交，尺价18866元。翻查资料，屋苑对上最贵两房成交为八座中层 A 室，属实用507大两房户，当时造价达900万元，尺售17751元，即最新成交价较历史高位升约1.7%。至于原业主于2014年以490.35万元购入上址，持货7年，账面获利424.65万元，或约87%。市场消息指，则如涌南筹屋苑康怡花园 N 座高层一室，属实用490方尺两房户，新近以1000万元易手，尺价约20408元。原业主于2008年以292万元购入上址，持货13年，账面获利708万，或2.4倍。资料显示，康怡花园 P 座中层五室，同户型于2019年以尺价20714易手，成为屋苑两房侧王新高。而上述最新成交尺价仅与高位相差约1.5%。